从此以后啊，兰姐再不发声，又交给律师了。你们干得出来吗？给兰姐说说，你们干得出来吗？在婚姻内啊，老公为你啊，为这个家，为你的酒店，对，让老公打介绍，咱们不说别的啊，还不说已经协议里边已经律师让他把过去所有的借贷要一笔勾销，婚姻这个协议里边签了，要遵纪守法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呢拿出了两张假账单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大家一定啊，他们没做到一个榜样的作用，这个是要严重的批评他们的啊。哎呀，只能说真没见过心机的，没有见过这么重心机的啊，这是给我深深的上了一课，也希望呢给宝宝们上一课，好吗？咱们从中呢吸取教训。我觉得呢，现在我觉得呢，就是从此以后啊，兰姐再不发声，又交给律师了，好吗？啊。